对不起，那是我应该相信你。你虽然任性，但是不会无缘无故就伤害别人。不过，我必须要找到证据，才能洗清你的嫌疑。所以你就丢下他，任凭别人伤害他？你为什么不跟我解释？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？若是你告诉我你出府的缘由， 肯定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的。你要是了解他，你总是这么爱逞强，嘴硬。你若是服个软，求个情，我可那样就不是死言了。爱情。